已经屹立香港接近两个世纪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为大家主持今日的醒狮舞动贺新禧开市仪式。今年是中环街市85周年，而今日是龙年大年初七人日，在这里仅代表大会祝愿中环街市百业兴旺、人流畅旺。 同时亦都祝愿在场各位龙飞凤舞、大展鸿图。今日大会邀请咗国士功夫金龙醒狮团嚟到中环街市参与我哋今日嘅开市典礼。事不宜迟，开市典礼现在开始。 即将进行金龙醒狮挂红点睛仪式，喺呢度我哋先请六位嘉宾到台前准备，掌声欢迎市区重建局物业及土地总监顾慧贤女士，华茂集团资产管理总务部总监梁力宏先生。
市區重建局物業及土地總經理鄭顯剛先生，華茂集團資產管理中環街市總經理鍾詠婷女士，市區重建局物業及土地高級經理陳毅峰先生，華茂集團資產管理租務部市場策劃高級經理潘美晴女士，歡迎咁多位。馬上我們將會進行龍獅掛紅及點睛儀式，大家見到金龍初醒，醒獅躍動，已經進入會場。馬上恭請主禮嘉賓為金龍及醒獅進行掛紅及點睛，為醒獅注入生命力，亦都為我們醒獅舞動賀生希，揭開序幕。為隆重其事，中環街市特別安排了三頭不同顏色的醒獅，帶來更多福氣給商戶和市民。而大金龍代表中環街市商戶和大家一樣行運一條龍，現在進行掛紅及點睛儀式。前方起高了我們大會攝影師的鏡頭，繼續前方中間的位置亦都有我們的 Video Man， 我們趁這個時候也都 take 一個 shot， 大家可以望向鏡頭的位置做一個拜年的動作。我準備一二三，多謝咁多位嘉賓，請各位嘉賓留步台前位置，預備欣賞精彩的龍獅獻瑞表演。我們亦都請國士功夫金龍醒獅團準備就緒，現場的朋友準備好你的相機影相拍片了，記住要將這份福氣放上你的社交平台和身邊的人分享，當然要記得 tag 翻我們 Central Market 的 Facebook 和 IG 啦。事不宜遲，送
Thank you.
上前一步，我哋同金龙醒狮一同合照㗎。